爸爸，给我2块钱嘛。赔了蛮尴尬。我买瓶水喝，2天没喝水了。嗯，好，谢谢了。嗯，你几点钟来的？几点钟来的？几点就来了？哦，这么早啊！爸爸，我给你买完，你早点回家。这个多少钱呢？2块钱。那个？2块钱。一块呀？我给我2块钱呢？我这个样子，你都看得起我啊？啊？我说我这个样子，你都看得起我啊？那这样，你帮了我，我帮你。把这个菜给你买了，把那里装起来，全部买了，给我装起来。30块呀、啊！哦，那我先还你2块，爸爸，看我，是这样的。爸爸是这样的，你对我好，我对你好，我是除了帮助三两的人，呢，我还给你2块，我还给你啊，这里30块啊。不用谢，老人家嘛，你早点回去了。阿爸，这不这几天我送一杯给你买水喝。要，你年龄大了嘛啊，要，阿爸，谢，不用谢了，阿爸，你今天开不开心呢？我祝你身体健康，祝你家庭幸福啊，阿爸，今天开不开心呢？啊，早一点回去了啊，我走了啊。我起来。